接下来的这位华人讲述者，18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享誉全国的二胡演奏家。然而，为了将二胡的美介绍到全世界，他毅然放下了所有的荣耀与光环，只背着一把琴远走他乡。在东西方的音乐交汇在一起的道路上，他又会经历怎样辛酸而美妙的故事呢？让我们有请二胡演奏家陈杰彬。 2019年7月22日，在怀俄明中学的音乐厅，陈杰彬和他的跨文化之旅乐团一起，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听觉盛宴。陈杰彬的跨文化之旅乐团是和来自美国、叙利亚和波多黎各的3位音乐家组成。 4人16年来走遍美国的大中小城市，在中西乐器的碰撞中开启融合之旅。大舞台那个感觉很不错，但是像真正的美国人，都是住在小城市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这是最基层的一种宣传中国音乐。在美国30年，将二胡介绍给西方观众是陈杰彬最大的心愿。 今年57岁的他，每周都会奔波在美国的不同城市，每年至少演出50场。忙碌的日子里，能在家和丈夫练琴，就是陈杰彬难得的休息时光。I admire her music playing so much, except the time when she travels extensively. Then I get very lonely. Being able to combine the Eastern music with the Western music is just brings the world together, I think. So I'm very supportive of that. 这2箱那个节目单呢，是我到美国以后30年攒下来的那个节目单。这些呢，都是我攒下来的那个录像带，都是我个人二胡 CD。每一场演出，对我来说，我也是觉得很珍贵的。你可以看得到有好多不同的胡琴。 这个是金胡、高胡，这里面还有一个最先进的那个电子的，这个跟爵士音乐合作蛮有意思的，因为比较声音比较大，比较亮。30年，陈杰彬用一把二胡打开了西方音乐的大门，在异国托梦的道路上，他又经历过怎样的逆境和坎坷？今天在世界听我说，陈杰彬将为我们分享他的。 二胡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华人讲述者陈杰彬。在我过半的人生中，一直有一个最亲密的伙伴，他就是我的老搭档二胡。 我的第一把二胡很特别，是我父亲截短了家里桌子的左脚，用那个烂木头钉起来的。当我5岁第一次见到它时，并没有怦然心动，反而是一脸嫌弃。我拼命地拉着弓子，传来的。 却比杀鸡还要难听的嘶鸣声，父亲也觉得不对，咬了咬牙，就把他唯一的一辆自行车卖掉，每天步行来回3个小时上班，省钱给我从乐器店买了一把二胡，告诉我，学二胡能磨磨你的性子，能让你多一门吃饭的手艺。 所幸我没有让父亲失望。9岁的我，作为最小的文艺兵，被特招入中国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宣传队。20岁的时候，在全国民族乐器比赛中斩获最高奖。1988年，成功举办了胡琴独奏专场音乐会，并 首演了有著名作曲家陈刚为我亲自改编的二胡高胡协奏曲《梁祝》。1500个座位的上海音乐厅，座无虚席，一票难求。正当我的艺术生涯达到巅峰之时，我又有新的追求。我渴望一个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我的二胡艺术的舞台。1989年8月，我拿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音乐系研究生入学通知。我带着装有6把二胡的纸箱和一个行李箱，兜里揣着仅有30元的美金，独自一人来到了美国。学习是有奖学金的，可是生活费呢？仅有的30美金，眼快就要花光了。我必须要生存下去，我要想办法演出挣钱。但即使有屈指可数的演奏机会，观众也只是对二胡抱有猎奇心理，不会欣赏，也不理解你的演奏技巧和水平。每次我演出完，我和我手中的二胡就好像变成了动物园的稀有动物，大家都一窝蜂的过来，甚至有人还问我：今天中国还有人演奏这个乐器吗？从演出报酬上，我感到西方人是看不起二胡的。比如同样的独奏，小提琴演奏家他们的一场费用是3000到5000美金一场，二胡演奏家这是300到500美金一场。他们认为二胡不过是一件古老的民间乐器，它是不可能在音乐厅演出，更不可能与西方的交响乐团合作。那时候我感到压抑和屈辱，每分每秒都会有一个念头：在国内我发展得那么好，我干嘛要出来？真是脑子进水了。在这里我连1日3餐都没有保障，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语言的压力，生活的困顿，饮食的不习惯，终于我得了忧郁症。每天我只能靠吃安眠药睡觉，甚至有一次吃过量了，还被急救去了医院。从巅峰跌到了谷底，从满腔热血到了心灰意冷。我开始害怕了，感到来到美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但是就这样回去，我心有不甘。创新往往是山穷水尽的唯一解药。要融入，必须要合作。我决定放手一搏，尝试将二胡和西方不同乐器进行合作。一开始处处碰壁，像爵士乐，他们是没有乐谱的，都是即兴发挥，而咱们的传统民乐都是按照乐谱演奏的。我就买了很多爵士乐的录像带，把重要的旋律我一个一个音的把它记录下来。我特别高兴，将我记录下的一个一个谱给合作爵士音乐的音乐家看。他们看了以后，直接就把我记录下的谱撕掉了，说看谱演奏不是音乐，从内心发出的音乐才是真正的音乐。就这样，我一点点抠细节，熟悉爵士乐、蓝草音乐、印度音乐、摇滚乐，试着将二胡和其他各种不同风格的乐器进行合作，产生了新的音乐审美。1996年的一天，一家唱片公司找到了我，跟我说：“你的二胡能够和我们美国的三弦琴，还有印度的滑棒吉他合作，一定非常的完美。”很快，公司的代理人就通知了另外2位演奏家，但是让我哭笑不得的是，另2位演奏家根本不识谱，只能即兴演奏。我说那好，那我们就即兴吧。录完以后，老实说，我没有太在意。但是没想到，2个月后，唱片公司竟然把这张唱片送去了参加葛兰梅的音乐大奖的评选。开什么玩笑！入围葛兰梅有多难吗？从几千张唱片里选拔，最后只能有几张入围，1/1000的概率。但是生活往往比电视剧还精彩。这张名为《Tabla Rasa》的唱片，居然最后真的获得了葛兰梅世界音乐奖入围奖，我掐了自己好几次，不敢相信。我，陈洁冰，成为了第1个凭借二胡入围葛兰梅的中国音乐家。刚来美国时，西方媒体对二胡的形容是2根弦的小提琴。现在他们会说，也会写二胡这个名词。现在我经常收到来自全世界想学二胡的邮件。我的跨文化之旅还只是刚刚开始，在将来我还想要让更多的海外观众了解二胡，喜欢二胡。最后，我将请上我们的跨文化之旅乐团大提琴演奏家乌迪先生，我们将给大家献上一首曲子，来结束我今天的讲述。谢谢陈老师，谢谢您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那乌迪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就是组一个跨文化乐团的打算的呢 ？When I heard the strings of the arhu, I thought it made a perfect match for the cello. And music is a language that really brings people together. And we have traveled the world playing music from China, from Israel, from Egypt, from Syria, from Latin America. She is a wonderful, wonderful musical collaborator. 没错，没错。正如乌迪先生所说，音乐把不同地域的人结合到了一起。是的。您之前的这个跨文化乐团哈，跟霍尊先生有过合作。是的，我们就是演出非常成功。不让谁把心摘下，请。一个人来呀，茉莉花呀，茉莉花。霍尊先生呢，今天虽然没有能来到《世界听我说》节目的现场，但是他的声音、他的心意是不会缺席的。一起来看大屏幕。陈老师，好久不见，我是霍尊。这次非常遗憾不能来到现场。这些年紧随您的步伐，跟您一样，我也在学习和传承我们国乐。您对艺术的追求也是值得我们所有的年轻音乐人学习的。最后就是也希望以后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有创新的好听的国风音乐。哇，很惊讶我们合作的时候是跟费城交响乐团的那个，就是我们跨文化之旅的那个合作。因为我知道他们特别厉害，看了谱马上就可以上台，没想到。霍尊的那个也没有谱的，大家都不太靠谱，就排了这么一次，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在上海的那个文化广场就合作了，特别的棒。谢谢霍尊先生，也要谢谢乌迪先生。最后，我们要诚挚地邀请杰斌老师走上世界听我说舞台的传播大道，这边30家媒体也会为您点亮整个舞台，助力您的故事传播。我是一名二胡演奏家，在音乐的融合中演绎中国民族乐器的魅力，是我一生的追求。30年前，他就在我这个工作室里，我们合作了很多次。后来我发现，他的虽然人很小，志气很大。就中国的二胡能够到国外同交响乐合作，他可能就是第一。